的看到这么多人哦聚集在这里哦，我真的心很开心啊。开心的原因有两个啊，第一个就是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哦，邀请到拔赖啊。那大家都知道，拔赖最近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环境议题啊。之前是在屏东的反美丽湾，哇，它移动号称什么大象，移动大象的脚。他自己自称的啦，就从花莲，从台东走向花莲，走向台北，去向台北政府，哈，向我们的中央政府，表达我们要保护美丽的东海岸的这样子一个决心，哈。那另外一个他关心的意义就是挂在这个台上所讲的废核的问题，哈，就是我们最近沸沸扬扬大家一起在讨论的核能发电的问题，哈，这是我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那个拔赖哈，用他那个美妙的歌声哦，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个环境保护的一个议题。第一个高兴的原因是哈，台湾土地是很小不大，好，但是我们办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哈，像今天晚上在这个地方小小的地方聚集那么多人哈，因为我们也很担心说是不是晚上会下雨，所以就三请的隔壁的小儿科叶医师哈，把他的那个骑楼哦。那个礼让出来，然后请他开灯哈、哦，所以有这样的很多人的配合，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哈、哦。那很高兴我们今天有那个台湾嘉义社的涂景哲涂医师来到现场，我们掌声啊、哦，那个谢谢他的鼓励哈、哦。那还有那个嘉义知音电台的台长安宏呀，哦，那个也很感谢哈、哦，他在电台哈、哦。感恩哦，大力放送啦哈，就是跟我们做一些宣传哈。那更感谢在座的各位哈，哦，能够到这里，所以给大家一个掌声好吗？所以现在我们要欢迎主角出场了，来，各位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拔赖。哦，沙妈妈满身大汗了呢。今天非常谢谢张妈妈从我们移下火车，这样一路一直招呼我们，其实很辛苦啦，真的很不好意思。美丽岛，然后让大家好好感觉一下，其实台湾小小的岛这么丰富。这么富裕，然后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高山
和田野，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筚路蓝缕，一起山林，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一小段阿美族都兰村海边，非常非常简短的，一定很容易学，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感觉一下我们的歌声跟这个嘉义市的声音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会觉得很大声，你们听起来会不会很大声？还好。哦海洋，来。哦海洋，哦海洋一样。哦海洋一样。哦，还太低了。唱领唱，然后你们答唱，然后我可能会升高，我可能会降低，所以要跟着我一起。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哦嗨呀咿呀哦嗨呀。你们要唱答唱哦，不要再跟着我了啊、哦，好不好？好不好？你们要唱领唱，你们要答唱。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哦嗨呀咿呀哦嗨呀，啊嗨呀咿呀哦嗨呀。生气了，你也要生气呀、啊，好不好？平地人啊，唱不上去啊，你就自然的回答那个，自然的哦，好不好？你不能分裂，一直要固守在那个。
有唱吗？有吗？有。
第一次坐火车去台北，从那时候的台北火车站是小的，那时候的计程车是红色的，上车跳表的时候是35块，很久以前，大概二十几年前。然后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台北，大概只有17岁，从台北车站坐计程车到西门町、汉中街的麦当劳，计程车司机给我收了400元。你干嘛拍手？啊？对啊，好惨。然后那时候也年纪很轻，然后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比较合理，只是觉得很贵，可是我还是给了，刚好我有，因为出门嘛总会带一些钱。后来我才知道啊，原来我被骗。我这是我10几岁的事情。那我在写《流浪记》的时候啊，就一直我脑海里一直想起来这件事。哎，他干嘛躲起来？实在不想轻易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能学会虚假。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现实把头低下吗？你知道吗？不知道吗？你还小。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们那个年代，或是我们的父母亲给我们的吧，还是学校或什么，每个人都想要出人头地，有没有？有哦。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会不会有这种。有。也有啊。你确定？可是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是每个人都这样哎，好，很奇怪。对啊，那到底是什么？
他跟你等一下唱热舞了吗？哎，没照。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我实在不想请你让眼泪流下。我以为我并不差，不会害怕。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低下。我以为我并不差。学会虚假，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谎话？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像沙。如果有一天就签了滚石唱片的合约，那时候一直觉得自己就要变成大明星，每天都住在那就住在台北，然后租一个小房间小套房，每天想的都是要当大明星这样。很高兴是后来也想开了，因为六年其实很漫长，六年之后我开始好好的思考。台湾原住民族在台湾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一个碰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这是在滚石最最最大的收获，就是那时候有安排一个会议，跟圈内现在很资深的一个 Landy， 一个音乐圈的大佬，有一个见面，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那时候我叫柯美代，你认为你身为一个原住民，你观察台湾社会对于原住民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要我形容，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只想赶快当大明星。我也认真，这个就是他问的问题，我听进去了，很认真的想了。那个也不是想啊，就是生活，生活，生活。然后，后来我发现，当我有能力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我才开始有能力好好的生活。当我发现，我在27岁那年发现，原来我不是中国人的时候。我才开始可以很有自信的面对我的生活。你们懂什么叫做我不是中国人吗？对吗？可是我跟我的好朋友讲，他们听不太懂，他们会认为说，为什么你不是中国人？你不是拿中华民国的身份证吗？我说我的想法是我有别的选择吗？如果我可以不要拿，我不想拿，你把我原来的还我。可是我的朋友就
我花了很多时间他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要讲的还是那个，就比如说我刚刚给你们唱的《红海岸拿路湾》，就是不一样嘛。你们的文化里面是不会这样唱歌的、啊，还要叫你领唱搭唱，然后搞不太清楚，乱七八糟，就是不一样啊。然后你们需要一点过程，然后你们就会知道，哦，原来是领唱是这样，搭唱是这样，然后大家一起唱。我还少给你们做手牵手，大家一起绕圈圈。真的啊，那就更不一样了。就是当你的身体跟你的声音，然后你的整个身重心踩在土地上，踩在地上，这样子踩在地上，你的身体会很不一样的律动。哎，你说我讲这个干嘛？我忘记了。要讲的是说，这一切，这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啊，对，就是我会走到现在这样。对于我们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公共事务，特别是跟原住民族权益有关的觉醒运动，还有，其实我刚刚开始接触核能这个议题，是因为核废料要在台东办公投，也就是说从现在台东的兰屿搬到台东的达仁乡，然后要我们台东的县民公投，就像很厉害有没有，从台东搬到台东，然后叫台东的人公投。然后我们用电是很少的，刚开始接触是核废料的关系，那当然后来这两年，就是我想大家都是今天会来到这里的人，应该也都是有在做核四公投做预备的一群尖兵。只是身为一个歌手，因为很多很多场合的聚集啊，我们很容易接到电话说我们要上台道，你可不可以来唱歌，像明天要去拆政府，可是因为明天我们有先安排的事情，所以没办法去。等到我们到了，应该已经三更半夜了。你们会去吗？会哈、哦，会啊！前面这一排魔方家庭。我身为一个歌手，我自己觉得我常常已经被给了很多。就我从很多人的身上得到了很多，有的时候是人跟人之间很简单的相处，有的时候是金钱直接货币的交换。那因为我感觉得到那个很多，所以我跟阿布，我们常常在就会想说，那我们能不能再做一点什么，在我们的能力可及的，除了一直上台道之外，那现在公投呢？台北现在有一群人主张不要公投，可是不知道挡不挡得下来。如果挡下来了，我们也许就不用公投了；如果挡不下来，在这里恳请各位大家，一个人回家找十票。真要公投的时候，要打十通电话，要确定那十个人都出来投了。要不然我们的小孩会很可怜哦，你们的小孩也会很可怜。这个是今天这么大费周章把大家聚在这里哦，其实就这样简单的事而已。所以我们等下就可以回家了。唱，大声唱，飞鹤家园。唱，大声唱，飞鹤家园。
泪和家园。孩子们。